What the heck's going on, Hoa?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Sisi很丑啊，你过来。我跟你说，你别接话，好不好？咋可能？长得那么漂亮的你，顺呢？长得姑娘多顺，真的就是这样。你好，欣欣。嗨，晚安。嗯，欣欣，你今天怎么样？怎么样？今天就是一个草莓啊，能吃掉你了吗？你知道我们就是越南人就是用词那个反过来吗？就是如果那个什么那个，你好，就是脑体是吧？是不是脑体？是不是？星星，然后呢？你的 voice 又 like baby 这样。Her voice like babies. Oh yeah, yes, yeah, yes, I am. 是猴子。你这是猴子，我哪有的呀？他的爷爷是孙悟空。对，我爷爷是孙悟空，他都是我的同类，所以不能吃的。OMG。哎呀呀！星星，你还记得昨天的那个漂亮吗？那个美女。哪个？昨天不是你，就是我在直播间的时候，然后就突然就是出现了，然后就你还在评论上面，儿子我去，然后就很真的是很尴尬，跟你说，然后那个女人我觉得好漂亮啊，我跟你说我被她迷住了啊，啊，我看见她了啊，我记得了 ，Who are you, Antardi？也不是三块 ，I'm fine, thank you. Alice, 他是三十吗？我去 ，I'm his mama. 你是真的三十吗？行，说嫂子，18岁。不是，实话说，我是问你真的呢。你真的是三十吗？我跟你说。13 你如果三十的话，那得很棒啊。No way, why? No way. 那是父亲。你是呱呱脸，知道吗？就是那个弟弟。哎呦哇哇哇！Now you're wrong, you know. What? No way, 72. No way, no way. 72 in his father, you know. I am 36. Oh, no way, Jules. Oh, no way, Jules. 他们都没有相信我吗？对，他就是30岁。要是不帅。然后，如果他没有化妆的话，然后没有刮胡子的话，他就会像我这个一样。你没事吧？没事。哎，那个叫什么呢？那个叫什么呢？那个叫什么呢？我就可以用这个打你的头哎。那叫手肘啊，胳膊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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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胳膊肘是吧？你打字啊。胳膊肘。哦，他的发音好奇怪，我没听过这样的发音。对，这个叫胳膊肘。胳膊肘。啊，你就是胳膊肘。一点也不像哦。好像啊，你爸就是西凉嘛，然后不挂胡子嘛。哪像啊你啊，你来看一下。然后我们下个星期来看看好不好？你的胡子就会比我的还长啊，跟你说就这样 Sheikh 一样，就像 Imam。 我就是你的妈妈。儿子真的不乖。好，我要叫你的爸爸打你啊。
好好好，妈妈乖乖的啊，不说话了，说话。你说什么你都行，你都对了啊，我不对。啊，对对对对。是什么？你是对的。那今天干啥去了呢 ？Silent in Spanish。不告诉你们。说一下呗。不说。告诉我嘛。不告诉。说嘛，说嘛。说嘛，说嘛。你不说就生气。抓猴子去了。啊，你给他弄好，然后就来吃，他会就是假装哦，我不知道这个是猴子肉吗？我不知道啊，我就随便吃吗？你才是的呢，全是我这边都没有猴子，只有我这个人而已的呢。这抓累了，今天情不好吗？看我心情真的不好吗？没有。那星期天好吧？你看那个说话那个的时候，像那个心情不好的一样的。有哪不好的呀？天仙怎么哭了？我哪有哭的呀？我在笑着呢。我哪有哭？星星，我从今天到你第一课，你就让我想哭。胖胖嘟嘟，胖胖嘟嘟是谁？你说谁？我很瘦好吗？不然呢？是谁呢？我很瘦好吗？除了你还有谁？给大家看你的肌肉。小心分别好不好？这。你看呐，这太大了。什么鸡肉鸭子肉肠？这是田鼠啊，这是田鼠啊，能吃的。田鼠。啊、哦，对对对对对，抱的跟头牛似的。就没鸡了一天，你们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想你嘛。我跟你说，我们就是因为想你嘛，然后把商店的骂，就是我们商店没骂你了，然后就商店的那个就都不骂你了，然后就进店来骂。我可没骂他，随便骂。那刚才他们就骂我啥的呢？政府告诉我。我们只是说了你真的臭嘛，然后肚子胖，还有呢，然后。还有什么？不是我，个子不高。澄清一下，我没说。然后个子不高，很可爱，比较可爱的哦。我们只有一个，就是说了一个好的事，就是你的中文很好的，其他的都不好。你只有一个就是有点啊，其他都是缺点。可爱之猴子，我哪有？确实，我承认我肚子有点大的，有点胖的。可是，这除了那个什么，我的肚子胖胖的，全都好。哎，我跟你说，你没有我胖。嗯。明天要去越南吗？就给我看一下。金川贝和。哦，我明天去越南旅游，是吗？是谁呀、啊？中文有一个成语，就是他的呢，爱唱歌的他的呢。唱歌人，泰国人。是吗？泰国人。我去。哎，你准备好了吗？泰国朋友，我问你一下，你们那里是不是三词四钱吗？会不会就是怎么说，一正就是一正多钱嘛？就是欢迎你过来，我知道我们国家的呀。我一个人去的吗？去找那个女孩的吗？去河内还是胡志明市的？周天休息，休息。七八九哦，岘港啊，行，可以的呢。那也是很美。岘港吗？可是在那儿，你有没有认识哪个人吗？有没有认识的？
鼓掌。小心一点，我。小心一点，要小心一点，要不然你被骗钱了，就完蛋了。不会啊，我香港的，我就觉得他们就人，也是很好的吧，挺好的，都不被骗的，就是在那个什么，大概是在胡志明市的，他们。啊，让你去越南的话，你别跟七星就是见面。干国富帅，再见。这个让那个星星当一个导游吧。不要了，我跟你说，他会就是。啊，不会的。他会骗他钱，知道吗？嗯。所以更好，你别去找他，好不好？他已经旅游很多地方了嘛，很多的国家了，肯定这个问题都没问题。跟你说，我会认识他，他不是的好妈嘛，然后我就知道他就是一个小偷啊。他跟我爸结婚，就是他有个目的，知道吗？他的目的呢，他就是跟我爸爸结婚，然后帮他的弟弟就结婚什么什么的，知道吗？我哪有的呀，我真的很爱上，我真的很爱你的爸爸，好吗？我们两个人的在一起的原因就是感情。什么感情啊？你又没看过他。就是感情嘛，不是感情嘛，就是感情嘛。感情对感情。阿亮啊，随便花钱。太紧张了。阿亮是谁呢？我认识吗？他没钱，谁也没有。有没有阿亮照片给我们看看啊？骗不了。God I love na, India. Where is 阿亮？睡觉，阿伯伯伯。睡觉吧，睡吧，做噩梦哦，拜拜。哎呀，七八九，我等一会儿就要下台，要去做礼拜，要不你等一会儿。好的，拜拜。你可以上七八九，拜拜，走吧。七八九的朋友，做个好梦。走吧，我跟你说，我去做礼拜的时候，我又不会下台，知道吗？等我就是回来，我就不会下台，好不好？别站这里了，让别人的他们就上台陪我们聊天好吗？妈妈，我对你恋恋不舍。闭嘴吧！做梦梦到星星啊，变成二班。做梦，我喜欢这个可以。想得美啊、哦！我之前自己去那个啥洗面店吗？还是哪个？上班呢？哦，可以的呀，确实啊。欢迎你过来我们殖民国家的。只如果真的有那个什么认识越南朋友的话，那更方便了，因为他们就会知道的哪个什么饭店的，或者是哪个什么产品的哪个是最好。